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我们现在可以看哦，现在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因为呢就是现在要把早供把宴上的食物呢一样一样的收下来，而且呢为了方便处理啊，不同的食物，那不同的每一个佳肴呢，我们都是必须要把它装成一袋一袋都是同样的，那装好了以后呢，好方便呢我们的乡机组来处理，让我们这些学员或者是信众们呢大家来用餐。我们今天好刚好巧遇的就是我们的教室哦，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的袁湖讲师，袁讲师你好。哎，你好，嘿，师姐。你这次带了多少学员过来？我们这次有18届、19届台中道场乙班跟外埔教室的同修来负责今天的供品的工作，另外还有大雅道场有严新法师哈，还有那个苗栗教室就是严义法师哈，在做厨房的法工，所以今天有3个道场教室哈，都联合在一起来负责今天我们整体这个法工的一个工作。这样我们今天大概要几点出门？今天我们5点就要开始，大概从家里大概有的三点多就4点多就出门，来就五点开始就要准备这些法工的这些饭菜打斋的工作，这样 是。所以您今天有来也是来值守炉吗？我提守我是12月4号我就那天已经负责过了，今天就是专门法工的工作这样。今天是专门法工的工作，难怪我刚刚看你在那边打点哦，非常的高兴哦，因为我们圆湖法师呢是一位非常尽责负责，而且呢非常踏实的一位法师。平常呢除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自己讲师的这些任务法务之外啊，也就是说自己本身呢还经营了一个酒庄哦，这个叫做我们的什么庄？酒宝庄啊，酒宝庄哦，真的很踏实的，而且哈这个酒宝庄还是每一样的制品啊，不光酵素也好，葡萄酒也好，都是要经过蘸挂的。我们就有做这个葡萄酒、葡萄酵素、葡萄醋啦，都是用自己种的葡萄，然后自己挑哈，那最熟这个葡萄一串一串剪下来来做这样。那个葡萄酒方式就用我们老祖书中所传的这个卜卦来选那个酵母菌，就是大概20-30种酵母菌，每样都跟它沾挂，然后就挑最好跟最不好都来做酒，而且最不好做的那个味道不是很好，按好的酵母菌做的酒就味道就不错这样。那用这个来供养我们的社会大众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巧遇了，那就是说希望呢大家可以呢多多的修行，尤其在我们的丁酉年
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哦圆满将近，但是呢我们这些法师讲师们呢还是呢非常尽责，还有非常的努力。今天大概几点要回到我们的我们今天预计晚上还在参加我们阿弥陀佛那个结缘堂啊，那个法会晚我们再回去，可能大概要9点以后才能够回去，这样那就一天就个人的事业就把它放下了，那花心就一天来这个地方就奉献给我们老祖，就为老祖做点事情，也为自己消个业障，这样非常好。那我们谢谢你，我不打扰你的时间，因为学员他们都自动自发了，感恩祝福你，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师姐你好，来告诉我们你现在是做清洗的工作吗？对，阿弥陀佛。哪个道场？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啊，那今天是来支援就对了。没有，就来当义工这样。那这个是就是洗好了？没有，还没洗，现在洗好放这边。洗好，这个还没洗的。这个还没洗。洗好放这里以后呢，好像经过还要再擦。还要擦干，然后再打包。对。今天几点来？5点。5点要那么早吗？那是自己开车来吗？太好了，谢谢。那师姐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好。台中道场。一起来吗？没有，没有。今天台中道场来了多少人？大概有30几个吧。就是有空就上来，是不是？对对对。谢谢你们啊，好辛苦哦，天气冷哦，水很凉。好，谢谢谢谢，祝福，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们是新营道场。是是。嘿，新营道场这次来了多少人？我们今天是师训班了，我们总共有来7位至10位。嘿，是，所以今天师训班也有来了。好，是是是，所以我们的维新圣教真的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外呢，养贤蓄才、正名誉的高尚旗帜，天下太平。所以正在培养当中。感恩那个王禅老子，不偏不倚这么慈悲来教导我们人世间的一些法脉，让可以言脉的程序的传承下去，一脉传一脉啊，脉脉相传，以后就是像师父一样讲的心愿，天下就会太平。是的是的，非常的好。学修的人就是不一样。你是第几届？我是第19届。19届，你看就可以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来。你们的道场的法师是哪一位？是元昌老师。元昌老师啊，我记得上次呢到元昌法师呢那边去做访问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教室上课吗？对，我们是在那个教室上课。那边非常的好，上课还爬楼梯上去啊。外面呢有很多的花花草草，真的很不错的哈。其中我记得有一个我没看过的，那个是叫什么葡萄，是不是？树葡萄。树葡萄啊，对对对，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就看到你会想到说我到那个教室去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欢迎你们时常来我们新营道场坐坐逛逛。对，非常好，谢谢，感恩。那元昌法师今天有来吗？元昌法师今天没有来，今天只是我们师训班的同修要来上师父，那要来共修。看到元昌法师的时候，记得说我问候他。好，谢谢你，感恩，祝福你功德无量，功德无量。谢谢，阿弥陀佛。来，各位贤士同修，洗碗的来看这边，看镜头，跟大家说阿弥陀佛。头抬高一点嘛，手举久一点。阿弥陀佛，师兄，你倒一个道场？外婆啦，严福老师啦。我拄则有访问到伊吼，你敢问恁老师安那？阮老师真强，真好啦，拢讲来足清楚的。谢谢啦。恁今日去外婆偌济学生斗阵来？无几个啦，较少啦，系啊。你即摆是咧创啥？要水落啊，互伊浸落，甲安尼较好洗啊。
嘿，唔，也较袂大气啦。嘿，谢谢啦。因为今天是本卡啦，哈。谢谢啦，哦，谢谢，谢谢。谢谢啦，感恩啦，哈。啊，你今仔几点来？四点来。四点就来啊？系啊。你开车来吗？系啊，开，家己开车才近近啊，尔。嘿嘿。哦，谢谢啦，哦，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请跟大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是哪个道场？大道场。对，大道场。第几届？二三届。二三届哦。对。哦，那已经三年了。对。三年了。三年的学修心得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没什么心得。学易经，你有没有智慧比较高？有。对啊。你是做什么工作？做就是办公室。对。是算钱的呢，会计呢，或者是文书的？就是文书方面的，在处理上应该会智慧更多。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对有差，然后就是就是工作上会比较顺这样子。对啊，对啊，然后客数什么那些就会比较少。对，平常有在诵经吗？有有。对，这一次呢，就是丁酉年到了我们的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呢，就是戊戌年的3月26号之前要送1500万部哦，要加油。好 ，OK， 好。今天当法工累不累？不会。几点到？六点半。对，对，好吧。好，那就不打扰你工作时间，真的谢谢谢谢。我们可以看哈，就是我们大雅道场哦，也是我派了很多的这些学员来参加我们这次义工啊。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说，义工呢功德真的是利人天哦，功德真的很大。财师、法师、五位师，我们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布施不是说有钱，有钱的人你可以因为没有时间，你可以布施一些财力啊，让大家啊来分享你这份财力的啊这些的功德。但是如果说我们是来做这些法工的话，就是五位师。那如果像我们把法传出去了，这个叫做法师哦。所以这就是说，让我们大家知道，要做功德，大家都有机会。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很有发心，有没有这一颗善良的心？欢迎大家来学易经，而且呢，你可以发觉，就是说每一次呢，不管是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或者是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还有其他的法务，大家相聚在一起，那种快乐呢，是要你自己亲入融入，你才会发觉的。所以欢迎大家，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来当一家人，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师兄你们好。来，你好，来正这边，来来来来，来不要跑，两个道场，哪一个道场？大雅道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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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雅道场又出现帅哥了，这两个，你是第几届的？哦，24。24届。哦，就是刚刚才进来了。对。学了2年了。对，初级班刚。正期班刚刚开始。是。恭喜恭喜！之前你现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哦，现在在家里务农。务农。务农啊，你看吧，这个就是现在呢，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务农真的非常的好，种些什么样的农作物？香菇。香菇。对，精致农业。就类似吧，是。香菇长得很快，对不对？大概就4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吧。到结束大概在3个月的时间，所以时间算快。好，这个就是现在呢，鼓励很多年轻人要回家来务农哦，因为现在的农业啊，你不一定要在家里呢一直这边铲锄头啊什么的，有很多可以做的。现在算是比较算要有设施啊，还有精致的农业啦，比较有办法对抗现在的气候。是，哎呀，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位有为的年轻人了，再来，来来来来来。哦，咱愈走愈远，愈走愈远啊！爱家你抓条嘞哈！你好，你好，师兄。你伫厝会咧稻作无？种田。种田哦，你做什么田？种一挂菜。种菜哦，真好呀，非常好啊！会不会很辛苦？不会吧？种菜现在都是比较机械化的，是不是？没有没有，种一些而已。种一些而已。是卖还是自己吃？有了，都有。卖菜的价格好不好？
自己卖比较好啦。所以爱瓜再去买菜。对对对对。多早去卖菜？偶尔啦，没有时常啊。可是你早上卖菜一定市场，人家都很早啊，你是不是要很早出门？对对对对。啊，太太有给你倒这吗？一点。一点。闲了一点。做一些啊，有帮忙哎。全部都是你，几个小孩？一个。一个、哦。一个有什么忙啊？一个在读书啦。在读书。太太容易倒休金。没有了。所以就是称斤论两了就对了。对了对了，那今天做法工高兴吗？不错。不错哈。精神很好。第几届？24届。好，以后常常来，因为新进的人员嘛，你初级班应该有来过了。对对对对，有有。所以加油啦。好好，谢谢。祝福你啊，好，谢谢谢谢，非常好啊。来来来，你还没有讲到话，来过来这边，来，赶快你起来，来过来过来，来啦，过来过来。师姐你好，你是哪个道场？台中。台中啊，第几届？18届。18届，这么新鲜面孔哎，所以你一定是上课时间到才来咯。差不多。对对，非常好，就是在支援嘛今天。对对对，我听说台中道场今天大概来了30几位。我不知道。你是开车来吗？自己？没，我早上是我先生带我来，开车带我来的。是。对对。先生回去工作了。对对对。那他下午会来接你吗？下午没有，下午跟我班长一起回家。非常好。那家里的事情呢，放给老公做。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来上课也好，或者是你来当法工也好，先生很支持咯。对。我们全家都很支持我。支持的原因呢？就是很好。非常好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师姐呢是非常的娴熟，我相信呢进了中门以后，学修了更多以后，智慧更高了，大家家庭呢都是很圆满的。对对对，很好。非常好。对，祝福你耶哈。好，谢谢，感恩感恩。来跟大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你的大名？许维杰。说自己的名字会不好意思吗？还好啦。对嘛，所以说这很光荣，这是名字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啊。是。你是哪个道场？台中道场。第几届？19届。19届啊，太好了太好了哈。学的怎么样感觉？普普啦。普普是哪一方面？普普是占卦解卦。因为也有去受到学院那边上课啊。还是要再精进一些啊。那个不叫做普普啦，不过你这个普普我知道了。还没有进入中门的时候，你略懂了这些风水啊，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很厉害了。但是呢，当你越修越修，又到学院去上课的时候，就发觉自己怎么越来越渺小。没错，嘴巴会越来越闭起来，然后专门当倾听者。这个都是你的经验谈吗？是，没错，因为高手在民间。对，就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些的高手哈，大家都是深藏不露的。对。大家都不说话的，可是呢，当他一开口的时候，说啊，我乃就拍谁。差太多了，那个天跟地啊，坐云端跟在地上走差很多。是的。所以说，师父一再开示我们说，阿弥陀佛呢，他的手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大大要坐位哈，唔通伤过出头哈。所以我们阿弥陀佛的手势是这样，叫我们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所以今天很高兴哦，师兄很有智慧。那你今天这是在家里有帮忙吗？多少都有了。不错的，是应该要这样做哈。祝福你哎，哈，谢谢你，感恩。你看吧。好男人进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又来学修我们的易经呢，真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帅了哈。所以我们当然，在我们的丁酉年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跟我们这些贤士同修们大家聚合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哦，每一位贤士同修的进步在精进，在精进，真的不一样哈。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哦，借由我们这次丁酉年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大家在一起，还是邀请大家赶快来学易经吧。智慧增长，家家户户都平安，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师姐，你这么夜底要创啥？你用起来吃哟？不是，试看有熟啊未？有熟，要安那试才知有熟无？无夹着就算熟啊，已经点半钟久吼，就安尼个嘿。是，好照一下。安尼，就差不多嘿，过时啊都好啊嘿，就是安尼嘿。
有条地就阿不啥些，大家安都差不多，搁差不多半点才二十分就会使，嘿，安都会滴落，这差到贵安尼。乍看之下以为师姐压低是不是心吐或假块买啊？原来不是的，因为呢，要插下去以后看看中间到底有没有熟。如果筷子里面呢有沾有这些白白的呢，就是表示说还没有完全熟。是这样子对，嘿嘿。所以你每几年拢有在催贵嘛？看啦，譬如讲呐，无闲的时阵吼，无人迄落，我都来做安尼。我拢无安定啦，有闲的人都来做安尼啦。立马给咱得奖哈！给咱得奖。上一次是拍贺岁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赞。谢谢啦，感恩感恩啦哈！你做辛苦的安尼，哈。啊，这贵安尼一个坑，就是要有透气。嘿，要透气安尼吼，才吹一些。你若无这透气哦。无法度吹掉安尼嘿，就安尼落去回去落安尼吼，哎，有只看出来，大家就吹，哎，要吹超两点钟久安尼嘿。安尼你吹几年啊？这样面怎讲？你多少都有啦。但嘿，以前也有做吗？也是上班也做，以前都在上班。这如果礼拜天呐、啊，还是道场有什么，我都到道场。家里的话做的比较少了，都在道场做的比较多。上次去一边访问一边谈话，真的香喷喷的，雅琪真的流口水，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感恩，谢谢。真的非常的好，每位师姐呢，除了来学习易经风水、慈悲心，还有呢，大家都有很好的手艺哦，这是别的道场学不到的。而且呢，我们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很融洽的在一起。有工作呢，大家分工合作，让我们呢每一次的法务呢都能够圆满成功。真的要感恩这些义工们，义工李仁天。今天我们要忙碌一整天哦，那所以说，你今天的话是，有没有找个时间在车上休息一下？哦，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有小妹一番。好的，就是充个电嘛哈。对，我们是同一部游览车。两位的师姐的发相都很好，气质都很好哈。也现在在上班吗？没有。哎，对，是以前的，是英英没带子，不用上班呢。哎，鼓励老公去赚钱的，在家里做贤内助。啊，先生呐、啊，赚完钱回来直接交到我们口袋。是，那是最好的哈。对，你来这里是第几届了？我20届。20届、啊，对。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从你没有学易经，进来学了易经以后，有什么改变或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从来学易经到现在，当然中间有遇到了一些，真的，如果像师傅讲，以前不懂的话，就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真的很多都是很切实实在的啦。有改变改善家里自己或者是怎么样吗？有啦，有改变。对，因为有相信的话就是有力量啦。对，所以有改有变就是有好的。如果说不改不变，那可能越来越退步。对，是，对。那师姐，你来觉得说你来学习易经，你也是二十届吗？没有，我是新生，上几个月了？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你对我们学习易经有什么看法？啊，我觉得跟我以前想象的易经完全不一样。那你以前的想象易经是什么？啊，很艰深，很困难。我们两个差不多一样啊。我以前还没有上易经的时候，我知道要上易经的课，我就先去书局翻一下，先笨鸟先飞嘛。就我一看，哇，那个怎么都看不懂，写了一大堆的文言文，对不对？对，所以现在觉得易经就是生活。哎，对，我觉得跟生活非常的紧密，我就觉得哎没有那么困难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下次我们再有一个法会再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师姐要有更多的这个更高的这种智慧，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哎，感谢，哇，非常好。所以今天很高兴遇到我们宜兰道场这两位师姐哈，大家互相鼓励，我们就是一家人哦。进来早上课的跟晚进来的，其实你接的姻缘都一样的，不要嫌早还是晚。所以呢，就是说进了中门，最重要就是心，把诚挚的心带出来，你就会容纳更多的智慧，学习到更多的古圣先贤的智慧了。在这里祝福你们啦，谢谢，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